然觉得我不应该在你们两个后面讲。好，严格来说，我算第二批的，所以我是比较后期，没有他们前面所谓的惩罚。你们现在看他本人是不是比较胖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他之前跟着一号一样哦，跟派派一样瘦瘦的，他真的是我们养胖的。我们有减肥比赛啊。对对对，然后那一次的减肥是非常认真的，有分两集录，然后第一集就是每个人要上体重，然后面对一个月以后要看结果的啦，对，要看结果的，然后一个月当中，然后要减肥，这个过程中你自己，我在家里录下来啊，包括饮食啊，然后包括运动啊，就是你一直看着 Vivi 去你家里，Vivi 给他缩小，Vivi 点头，哎，我没有，你看我最近，你看我最近，你不要慢说话啊，是，然后对，然后所以呢，那是对我来说就是比较想起来现在觉得比较辛苦的一段，一个月以后，人家有的是瘦到八五公斤到八公斤这样子哦，明显的数据。一个月，人家那个第一名的我还记得。那他呢？他胖。请问你辛苦的点是？不要胖一公斤，吃的很辛苦吗？你说水肿，胖一公斤。我记得有影片，好不好？你说你水肿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因为红糖学姐是这样，她在我们节目就是。就是很会吃，哎，不是，很懂吃，跟对，吃完了大家都知道嘛，就想睡觉，哎，血糖上升，血糖，对对，他就会睡觉，哎，不是，哎，然后呢，把他摇醒，就说，哎，录完了，哦，走了，那给你十，你要什么自我介绍？好，来十秒，来计计时开始，像我这种肤白貌美，不是，是肤白貌美微胖。不嫌胖，从女神变大神，没有偶像包袱的人要去哪里走？我想很久，这时候更好，可以吗？老师可以吗？四位老师都挺贴切吧？因为很贴切实际的状况，对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